慣啊！唔好咁快自滿住喎，你再 double check 一次先啦。我已經 check 咗好多次啦，你放心啦。send 俾老細睇一睇先。讲到最能够让情侣们全心全意享受情人节的首选，当然是出外旅游玩一下，好好过一下二人世界啦。那又是适逢今年2月14日情人节，在正星期六，如果阁下是五天工作，星期五晚出发，星期日先回，足足有3日2夜给你玩啊。3日2夜价钱平的，当然选澳门和中国大陆广东省短线团啦。据资料显示，今年情人节啱啱过咗农历新年旅游旺季，团费平咗一大截啦，由199蚊到299蚊起，好着数噶。哇！呢、這个日星温泉啊，都几有 feel 啊，我简直觉得好似去咗呢个北海道咁啊！几有 feel 啊，仲好舒服添啊，简直咧就唔想讲嘢。如果大家觉得广东省和澳门都玩过了不够新意，也可以考虑下去远一点的河内和武夷山，你又怎么看呢？河内位于越南，虽然价钱1000多元，但是胜在可以看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下龙湾景色，都值回票价啦。而且还可以乘机探下越南的海鲜美食，分分钟肥几磅才回来香港啊。哇，好多嘢食啊！其实我已经好肚饿啦。好甜好甜。同埋记唔记得啱啱我咪买咗濑尿虾同埋呢个木瓜螺嘅？木瓜螺就喺我前面啦，呢碟咧就系木瓜螺啦。大家睇下，佢你冇睇佢咁大个啊！其實咧，全部都係個殼嚟嘅，切出嚟咧，佢切片之後就係咁多噶啦。好，我事不宜遲，試一塊睇下咩味道先。好有咬口喎，好黏人啊！睇下只瀨尿蝦，咦大隻？好試下佢先，睇下。好肥美的一隻瀨尿蝦，佢嗰啲爆咗嗰啲香葱味咧，已經滲曬嗰個啲蝦肉入邊啦，所以特別真係好好味啊！呢個真係我嘅，呢個真係我要重點推介呢個。講着數，大家亦都可以考慮下暢遊武夷山，兩個人遠離煩囂，探下當地最出名嘅烏龍茶，正啊！武夷山咧有好多古舊嘅建築咧，都列入咗文化遺產嘅。而後面呢條漁慶橋咧就係其中之一部分啦，佢已經有100多年嘅歷史噶啦。你見佢咧大部分咧都係用木造，而家喺中國咧已經好少見到噶啦。咁難得嚟到，梗係要影相啦。嗱喺呢一個位咧，雖然可以影到佢嘅全貌啊，但係如果想影得有意境啲咧，一定要上條橋度。好，收工。去邊度食飯好啊？你變曬啦！又話當我女神，我行得咁遠你都唔知。唔係啊，我冇變。女神啊，放工都要食飯噶，我諗住有著數，同埋你一齊去咋。咁多藉口你。哇！我最中意食蟹腳噶啦。哇！呢度好多甜品嘢喎。魚珠燒肉都有喎，睇下呢個，圓條蒸魚啊！哇，真係多嘢食都食唔曬啊！成個情人節自助餐有成過百款嘅美食，西式、日式、中式，樣樣俱全。而情人節當日仲有專為情人而設嘅特色美食，至於價錢方面就要598蚊至648蚊啦。哇，好嘢，有大餐食。我知道你肚餓啊，特別咧幫你點咗呢一個魚翅拌龍蝦仔，好甜好鮮，你試下。好啊。龍蝦又好新鮮。呢個咁樣整法我未食過嘅喎。呢一個咧就牛柳拌雅之粥。我雅之粥好爽口。個感覺係。我唔識點樣去形容，甜定鹹嘅啫，係甜甜地嘅。喂，不如食甜品啦。好啊，買甜品先。
破仑蛋糕喎，呢個係。這個酥皮整得好吃啊。Custard 又不太甜，即係裏邊嗰啲呢個叫咩啊？吉士啊？吉士啊？係咯。呢個朱古力火鍋唔係度度有得食噶。係呢只朱古力最好味噶啦。好唔好食啊？好食。咁你中唔中意啊？中意。哇！食到好飽啊！咁我哋等陣間做咩啊？其實咧，上次嗰間情侶套房，我仲留住喺度啊！你有理？情人節快樂，願天下有情人白頭偕老。情人節快樂，祝各位有情人終成眷屬。跟住落嚟係播影《影音視團》二十週年呈獻，《為何不可能二》創奇者。Is always open with